喂。说话呀，说话。啊，终于连上了。Willie McCoy， 听到你的声音可真好。V， 可惜我不能这么说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最后一次。又是最后一次。我得去找一个客户卸货，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约好的时间，约好的地点，你都遵守了吗？我当然遵守了。客户也许给我留了信息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可以。不过我就只能帮你这最后一次。客户名字是什么？ Jackie Wells。 哦，我这儿还真有他消息，他在一个农场等你，地址这就发给你了。谢了，威利，我欠你的。你是欠我，小心别把命玩丢了，也别再打电话来种地去了，
你应该是来找我的吧？应该是吧。你是？我叫 Jack Wells。V， 听说你有些货得找人运走。在我们那儿，谈生意之前都先要交交心，算是个习俗，或者说是礼貌吧，懂不懂？行啊，那先从你开始吧。叶之城土著，流的都是海伍德的血。我从没去过叶之城，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。那你想象有这么个地方，所有人都像兄弟姐妹，或者远房表亲，至少。呵呵，我好像明白了，不一定得多喜欢对方，但都是自家人。海伍德就是这样，另外每个人都带着家伙。你呢？这么说吧，我那儿也是个海伍德。那咱们两个估计会很对路子。那货来吧，把货装车。阿维伯，我差点以为你放我鸽子了。我有事耽搁了，而你这儿也不是那么好找。这不是低调吗？那个傻逼警长一看就是个事儿妈。没错。真你妈沉啊。出发吗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必须的，必啊。那难道中间人没给你派过单子吗？他派过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听着，朋友，我们可都是专业的，对吧？确定没迷路吧，主管？嘿，你以前跑过这种走私线吗？怎么，您紧张了？到时候我负责跟他们说。请将你的交通工具行驶至检查区，请留在交通工具内，安全检查很快就会开始。我怎么觉得要歇逼了呢？把报关单给我，他们到时候要看的。喏，给你。我看看，上面标着 LOA， 太好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抵达时丢失，意思也就是说，货物一过边境时就会被丢失。哎呀，那他们知道我们在走私了？他们待会儿就会知道了。检查区内的交通工具所有者需要接受进一步询问。啊，金刚的妈的人，现在怎么办？
想让关卡对我们那些可疑的文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得上点供。装钱的芯片呢？哦，对哦，我差点忘了。是啊，你忘了。我这先不熄火了，万一出事了好跑路。就这么办。你携带了武器，请放在这里。微微子，有烟，阿加斯，来一桶混这儿来了。全家老小乐悠悠，今天就来尝尝吧。请你去二号房间接受询问。味觉的爆炸！二号房间。请立即前去办理出关手续。70%真肉，抵着血的真肉。屠宰物，满足你的本能。嗨，水手们，誉满全球的卡尔佩船长玉米卷，也请坐。文件，这是常规检查吗？可能是，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晕的是什么？都写在上头了。是吗？报单上还有一个额外的增项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跟哪个流浪者家族跑线的？我觉得这不关你的事。哦，你真这么觉得吗？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你这种人，我都庆幸桌子那边的不是自己。彼此彼此。你可以走了，你的助手还在车里等着你呢。别忘了拿上你的个人物品。手上的家伙可要看好了，欢迎来到夜之城。那些小瘪三还以为夜之城是什么天堂呢。那你能怎么办？年轻人就是天真的。里面什么个情况？一会儿告诉你，我们得快点走了。对，赶紧。什么个情况？给我讲讲。一个海关的混蛋问个没完。一般不这么问吗？不会这么细。你觉得前面还会有麻烦吗？开吧 Jackie， 只管开。哎，有人向这边来了，我觉得他们不像是山车。请立即停下你们的车辆，快，赶紧撤。好。你们所运输的物品是公司资产，涉嫌走私。我再重复一遍，立即停下车辆。操！
盯着。我玩命开，肯定能甩掉他们。Venga la su madre！你就是这么干走私的，Chicago！